Hyatt 旗下的酒店品牌 Andaz 首次进军韩国，酒店今年9月在首尔的江南开幕，客房感觉时尚型格，设计概念原来是来自韩国传统包布薄扎儿，浴室有好贴心的梳妆空间，灯光足够之余又有放大镜，还有这个浴缸，哇，今天忘记带浴盐，一阵即刻去买。浴缸一反传统放在房的中间，窗口可以透光入嚟。呢度同其他贵酒店不同，佢哋啲嘢食嘢饮都是免费噶。睇下想饮啲咩？又嚟睇下呢个 balcony suite 有咩先？呢度咧就有一个客厅，前面咧多咗一个露台，嗰边都仲有嘢噶喎。呢度有一张好大嘅床啊，未完噶，浴室喺嗰边，真系好大啊！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个智能的小帮手，我现在就叫他帮我播音乐先。Hey Jenny， 请帮我播音乐。将播放您选的歌。除了音乐之外，大家熄灯啊、开电视啊，都可以用它帮你们手的。酒店二楼全层餐厅分为三个部分，提供亚洲各地美食。酒店入边仲有泳池、按摩池同埋桑拿浴室。楼下有今年第一次来到首尔的 Blue Bottle， 而且一走出门口就有地铁站，非常方便啊。